看您心挺成了是吧？600买拿走，来买了。老板，这个能卖给我吗？朋友，开个价吧。50000，1万块，怎么样？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。我真的没打算卖。30万我买了。哎，小兔崽子，你们俩今天摊上了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赶紧给我拿钱，要不然今天你甭想走出潘家园。你当我们有钱人傻子是吧？啊？你赶紧给我把手术干啊！你信不信我今天给你打110？11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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